周岁也周岁，我周岁。谁是个赖货呀？他到我，他是我是赖货。哦，那里边那个呢？那里边那个人呢？你不打算打谁呀？那是你自己，那你的影。不是，那不是他是个赖货，他是个赖货。我说一句，他说一句。你用手指他，他指你。帽子是我拿的吗？帽子呗，帽子跟你一样是吧？你看看，你戴帽子，他也戴帽子，你上哪他跟哪。咋弄的？平常他就是在院子里，他不经常出去，就是昨天嘛呀，昨天出去以后就是看到镜子里面看到自己了，然后呢就是感觉好像里面有一个人一样。就在给他说话嘛，我听到以后我就把他录了下来，就是老年痴呆嘛，还是这样子。他的记忆，他的这个记忆里就是，孩子小时候的事情都是，他现在的事情他都不记得了。遇到这样的事情，遇到这样的这个父母，自己都没办法，就是耐心一点就可以了。就是每天知道他的意思，就是他爱干嘛就干嘛，尽量不让他出门。出门的话呢，我们就在后面跟着。做儿女的都希望自己的父母健健康康的。父母，你得这个病谁都不愿意，对吧？谁都不希望得这个病。但是你得到这个老年痴呆，你做儿女的都要多一点耐心，多一点包容。